子重量非常的轻，所以如果风太大的话，球笛是会被吹得左摇右晃的哦。不过看着我们这个黑色的小球以及我们现场的热气球，看样子现在风应该是还 OK 的。可以看到我们这一身黄色的 coach 勇气球正在进行的是第一次的升空测试。如果升空测试没有问题的话，待会呢我们买到犀牛票券的朋友哦，你们就有机会可以达成到哦。